相机。讨厌。角度，角度，角度，高角度，收下巴。人家还有胸呢，能露则露，越前走，那是标准。男人爱看呢、啊，我要伸长长，我要伸长长。那你要不要吃鸡鸡啊？你在害羞吧？他昨晚已经吃过了，吃过了。美味的特别好吃。就是味道啊，面还重要，人家不知道啊。面还重要，快点相机。网管要下集了吗？那么好看。